是蓝心湄，在《终极一家》里头，我饰演妈，叫熊狗，把我当笨蛋白痴啊！夏天人呢？可爱的夏天回不来了。我是一个很感性的妈妈，很会发脾气，很会只会哭。家人知道，就是说看我演哭戏，他们会觉得我是抹了大蒜，还是洋葱，还是绿油精之类的，怎么说哭就哭。爸！喂，那么严乱，高年级。我每个月还有大姨妈，哇！因为我从来没有拍过亲密的戏，出道到现在，然后我就跟导演讲说：“导演，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有人亲过我这里，别说这里，而且把我压在床上，然后这样叠来叠去，滚来滚去的。”喜欢《终极三国》的粉丝，3月5日起每周五晚上10点，绝对要强力锁定。您是《终极一家》。